Hello， 朋友各位，我是风破，我们讲完的是 Ori and the Blind Forest。好，那我们就继续吧。嘿，然后就没有意外，应该就直接就先冲那块，还蛮恐怖的东西。想了一下，这个地方这接下来这一去是很北西之类的。哎，这边已经没有东西了，这边只剩下一个小不拉几的东东。我下面这倒是什么那里？哼，快跑！快跑哦！Oh my god！ 这边很，这边很痛苦哎！天哪，这边超苦痛的啦！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过，因为我刚刚一瞬间变成两只手都放在滑鼠那边，两只手都放在那个别的地方。然后他打到我的讲话，我刚原本这游戏我平常的做的方式，一手放在键盘，一手放在滑鼠，可是刚不知道为什么我两只手都放在键盘上面。那时候奇怪，我这个东西要怎么反弹东西的时候，我就很困惑。Oh my god！ 对啊，马上，耶、yeah ，完蛋。哎，你们这边每个人都已经没有出来过了吧？你们刚每个那个，这很像部落文化什么的，只要有一个偏差，然后什么人都没有回来过，哎，而且死这边的这个东西基本上是遗孤，哎。Into the fire， 啊、哦，完蛋！喂喂喂！从未见过这种情景。哦，不对，啊！血弹，血弹，血弹，血弹！哦，你他喵的哦！不不不！每个地方都会让你烧伤，这狗屁，搞个左样来着啊！完蛋了，这个地方没得。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我干嘛？哦，原来这个时候有你啊！你居然那边那一块啊！天哪！真他没有线！哇，死掉！啊，让我看一下好不好？真是让我看一下啊！旁边这边一定有一堆东西啊！他喵的嘞！我要怎么上去？啊！
喂喂，没有，我没有地图死啊、哦，好亏哦。好亏哦！天哪，超亏的。可是我现在已经上来了，到底这算不算亏，还真的是很不好讲啊。喂，我刚刚都已经瞄准了，啊，算了。靠！这个时候赖又跟我在那边搞什么鬼？赖哦，我不是都清掉这些东西了吗？为什么你还有音效？天哪！你去了一定有什么东西？所以这边其实去哪边都无所谓。他们要黄血臭度了。为什么你跑来这边？你们为什么要来这个时候来？不适合吧你们？他刚喊的是古魔吗？古魔？纳鲁族。哇，旁边这边有，我得先。他喵的嘞！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啊？这边也有东西。我大概知道这干嘛了。可是，他只有两种选项，对不对？对，他只有两种选项。这个该不是让我现实吧？这该不是现实类的吧？怎么看这个都不像是哇啊哦哦哦啊内哦，哦哦，是这边这样解啊 ！Oh my god！ 还来玩我啊！天啊！啊天！啊，所以下面这边应该就有一区是解除限制的。啊！
是否要先上去还是下去？找到并复原而已。所以简还弄，所以其实我到时候还要回来，对不对？对，这好像是我还是得回来。好吧，至少知道这一段是要干嘛的就。哦 ，Oh my god！ 我靠，这个地方超恐怖的啊！哇，我前面是，哇塞，这个地方真的是，哦。我这边 ，Oh my god！啊！借由你的光，可以利用它阻止熔岩蔓延。所以这样就可以了。之后我就可以下去了吧。Ow！ 哟吼！等一下，我印象中有两个区啊，这个地方需要。好，这样至少我就知道要干嘛了。两个仙女。你们只有这个科技是最厉害的吗？要死我！其他地方你都让我裸装上阵，谁想的还真的是让我裸装上阵，然后就把我弄死。Yes， 开了开，哇靠，超大的，超大的！你真的在跟我开玩笑？真的超大的啦！还有什么？上面这边还有一颗这个东西，难道我上去会有什么好看吗？啊、不管了。这个东西。势必是有一个，哇！这边全部都是大解谜，哎，天哪！这大概要分上下章了，我猜。挺蠢，抱歉，我一直按错，我一直按成那个。每次玩都能该感谢他之前的是不是给我这种洗礼了吧？哎，不对啊，这边要去哪里啊？啊，这边上面啊。Yes。这边要干嘛？把九个太阳弄死是不是？
所以真的是要把。真的哦！我的，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我没有理解，这不就完蛋了吗？我这边完全都在把岩浆封印住，对不对？哦，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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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量先把左边的那个右边的完成好了，左边的到时候再弄。其实这是超乎我想象中的大，而且还要麻烦，而超乎想象的多，而且麻烦。啊！啊，还这么还不能走啊？好吧。啊，这边进去。啊，这边要干嘛？小蛋，完蛋了！可以不要玩成这样子吗？我真的会被啊！忘记了，我忘记那边那一坨，因为两边。喷射点其实有点像，那太谢谢你。为什么你觉得异常好笑？啊，先多存一点。哇，这个东西的解啊，好吧，要往那边走。等等，哎、欸，没东西啊！那他只是单纯想坑我，是不是？所以右边叫你结束掉了。看都没有人帮忙，都不愧是勇者类的，简单来讲，目前这个地方火焰就是我要把它所有喷出有可能会引爆它的地方全部都清理掉，这样子我才可以避免掉最坏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不保证还有什么没有更坏的情况了。
好了，啊，还有一个这个边，这边三根的到底是什么？哇塞！Oh my god， 好痛啊 ！Oh my god， 超痛的啦！按错，抱歉。哇，之前的那一个，之前这个家伙。抱歉。哈哈，那么多触击。哈，没中。好，他死掉了。啊？怎么可能都没中啊？这是什么北七事情？这里的话，这边是往上还是往下？看不出来啊。喂，忘记了，我都。好。啊，我知道。那个能量点其实很难弄过去，看到了吗？他这个东西其实很难过去，他根本不想让我拿，他不想让我拿那个能量点。他其实不想让我拿这东西吧？Oh my god！ 啊，不是，等那个东西结束之后我就可以拿了，我想太多了。啊，终于！啊，这边岩浆降下来了。对，所以那边还是有啊。还不能下去，我这边还没有办法去。好吧，那今天先这个样子好了。因为看了一下，这右边这个地方明显这下面的东西岩浆都还在，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靠这些东西去干嘛。不过我这边下一次倒是可以再提升一次能力就是了啦，因为没有办法获得能量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这游戏的逻辑，啊，不好看。好啦，然后下一次的话我们就会去看这一团。然后期望吧，期望到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东西还是首要啦，因为毕竟这样子我才可以获得很好的那个回血跟存档点。下一次的话就是把这边能逛的逛一逛，然后应该他这边就会跑结局，我猜啦，我猜。好啦，就先这个样子啦，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See you。